朝阳初升，金色的阳光洒落在苏格兰翠岭山上，气势磅礴的嶙峋峭壁搭配幽静湛蓝的海水，一切显得壮观而又令人心生敬畏。山地车手丹尼·麦克阿斯基尔扛着山地自行车攀爬到山顶，开始了他充满惊险的挑战。黑色翠岭山到处都是峭壁，坡度有40到60度，斜坡上布满了碎石，而且山脊狭窄，所以对于一般登山者来说，黑色翠岭山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手才会选择的攀爬对象。而且俗话说，上山容易下山难，麦克阿斯基尔这样骑着自行车顺势而下，可谓难上加难。让我们再从第一视角来感受一下，是不是感觉肾上腺素飙升了呢？必须拥有超强的平衡力、灵敏度、判断力，才能在乱石间穿梭跳跃。看看这些狭窄的山路，下面就是万丈深渊，一个不小心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最后的100米，这块岩石陡峭度超过60度，而且没有可以制动的地方，真是让人惊心。难怪丹尼·麦克阿斯基尔成功下山后，也不由得大发感慨。No way！ 哇哈！啊！哇 ！That was pretty scary. That's it. The black slabs and the Kulins on Isle Skye. Ah, incredible. 新唐人记者周琦综合报道。